活动，看到我们的学员在食物的选材方面来讲，都有超健康的一个设计的理念，这个部分是让人家觉得很好的。好，比如说在主食的部分来说，除了一般我们所用的糯米之外，大家有加入了很多的像五谷啦、石谷这些全谷的东西，这些全谷的一些主食来说，它可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量，可以帮助消化。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糯米来讲，它是一个基地淀粉比较高、粘性比较大、比较不容易消化的食物，那所以我们在包粽子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全谷的东西来减少我们糯米的使用，这样子对于一些像有三高的患者，还是说代谢症候群的患者，还是说像老年人消化比较不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食物比较好的一个选材。那在蛋白质类的食物里面，看到今天的学员里面有用到一些像鸡胸肉啦、像冻豆腐啦这些，还有黄豆的东西来讲，它都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像猪肉这些比较传统的肉粽的一些食材，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饱和性的脂肪酸，减少一些胆固醇的摄取。还有在今天的粽子里面看到了很多我们学员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像蔬菜的东西，好像笋子啦、杏鲍菇啦、牛蒡啦等等，这个都可以增加一个粽子的一个营养素。有查过冻豆腐的热量蛮高的，所以我是自己去菜市场买板豆腐，然后回来切小块之后，我自己加了一点酱油跟味淋下去卤，完全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吃起来的感觉应该是蛮 juicy 的。所以呢，我们里面是有竹笋、花生，还有那个毛豆、栗子，只有半颗。蛋黄是为了增加香气，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猪肉，所以呢，我们为了增加香气，只有四分之一小颗的那个蛋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用高丽菜来包粽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吃糯米的时候，对长者或者一些身体功能不太好的人，会有点消化不良。所以呢，我们用高丽菜，它是一种很平民很好的蔬菜，它有固胃，它有丰富的那个膳食纤维，有很多的维生素 A 跟 C。 那个冻豆腐它的口感就是吃的时候会喷水的，很非常的 juicy， 这样的一个食材真的非常的棒，我要学起来，它这样会营养丰富，然后尽可能把我推出去，然后让我的员工也能够享受到这样，谢谢。